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真侪人讲，是我喺厝卖袂出去吼，要念啥物？我讲念啥物拢有效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你也要去布施，啊，佫会晓念经，一般都还好。但是你莫甲讲，厝卖出去佫是安怎？钱赚着佫是安怎？嘛是爱生老病死呢？你爱了解迄道理吼。虽然你念会赚钱，啊，但是你毋通执着，因为赚钱刷落着，即个世间。白天晚上变化无常，花开花谢，做行李永远的浮浮沉沉，跟他买股票，跟他跋筊同款。跋筊之所以好算，是念书念咩样，唔才叫做好算。但是如果你坚持说我要赚钱，我一定要得到，那你这样来念大悲咒意义就不大。所以要无染着心，不执着的去念。第四，空观心。观就是观修，观修就是讲一种智慧的观照，精注、专注、看到、观察、分析，这个叫观。但是观什么？万法的本体，等于是视诸法空相，要看清楚。健康破病好业善，当然世间人拢要求健康好业顺利，家庭圆满。但是未使执着，有法度满众生愿，会使念大悲就可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本体拢共款，所以这本是册，这是花，这是麦克风，那是刀啊。但事实上，那是一个相，那伊的本体拢是共款，空无自性。你要给它分析哦。所以刀啊合起来。是这台名，卡面板、油漆、木板，迄只内底就无刀的名，迄是一个组合体，你爱定来去看。这叫做智慧的观照，观空也叫空观。安尼你念大悲咒，因为大悲咒若要产生力量啊，就像镜子反光，就像湖面毫无波纹，它可以把湖上的这个大教堂。我显现在湖下，这样拍照很美啊，好漂亮。
但是为什么他可以看清楚呢？因为湖面是平的，他知道镜子里面的是幻化的。那各位啊，安尼去看待一切，如梦幻泡影。晚上做梦的，你知道它是假的；白天在忙的也是假的。那各位要练习，每天练习，你心里就很平静。菩萨清凉月，怎样讲？常游毕竟空，达刚咧离众心，没有压力。为什么？无一个我，无一个你。所以镜子显现万象，一点都不费力。想说你有空观，它更清楚。就像那个水晶球，多面多面，它可以反射的更厉害。所以你越清净，显现的就越好。来来念大悲咒，如果能够用这个心，那你就跟观音菩萨的心合在一起，以大慈悲心加上空观心这样来念。当然观音菩萨希望我们有这个前行，那这个前行习惯了，所以给你讲一遍，你就读一遍，然后你慢慢慢慢，你就变习惯了，每一次你都做好这十种心。再来表现出来的行为，恭敬心，行拜佛，行拜观世音菩萨。再来呢，各位也在学着哦，拜完后向目口拜一下，希望众生父母拢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。所以尊敬别人，佛教的信仰是尊敬，以尊敬佛 也是尊敬自我的本性自信，去尊敬所有众生。但看不起别人，不要从相较水较歹好也善天道鬼道，不要有这个分别。一只狗抓，一只狗下，一只猫啊，归佛归法归僧，还没输掉的人，我至少把你皈依了啊！你再有慈悲心，哦，你别有家，还进入一代了。但是至少你对他这只小小的动物也好，看不到的众生，所以各位经过树，感谢树神；吹到风，感谢风神；踏在土地，感谢土地公。过了高速公路，感谢政府，感谢这台管高速公路的人，感谢老百姓，大家的税金，你若无交税金，也没办法维持。要更感谢当初建造的，所以咱吃一个饭，做一个代志，那我们要去想到对方，没有对方，没有我们，万法皆空，一定要有一个助缘，它才会升起。所以对外在事物的恭敬，特别对狼，所以我们佛教徒特别这一点要注意，谢谢对方，感恩对方，尊敬对方，轻声细语。所以我看每次大法师来了，上师来了，大家都站起来，哦，面对他，欢迎他。那各位对现在开始也这样，你走到什么地方，故意去尊敬对方，跟对方打招呼，下车的时候坐计程车，谢谢你司机，给一点小费，因为人要赚钱啊，我给一点礼物，给一点祝福，要用这种恭敬心。那观世音菩萨说，你若用这几种心去念大悲咒，那个大悲咒的功德跟他里面所说的一样，求富贵，求变财，乃至一天念三遍就不得了了。那临命中十方诸佛，十五种善身，离十五种恶身，你身上有这个力量帮助众生。所以不要骄傲，不要凸显自己，凸显自己大乘佛教是把众生超过佛重要。第一句话，佛法是为了众生存在，佛已经成佛，哪有痛苦，是众生在痛苦。所以呢，客户至上，病人第一，人民最重要，众生最重要。南北塞，我读比你较悬，我很会读经典，我是出家人，我修行比你久，等等，把自己弄为高高在上，而忘了从内心里面去尊敬对方。所以各位，你唔通歹插人，你唔通看到唔捌的人，你都要特别该拍招呼。啊，像我这种人，就是这也是帮我修行啊，
因为人家都认识我。如果他我今天车子刚好窗户打开，他看到我，他跟你打招呼，你不跟他打招呼，他臭屁，马上对方就给你一个坏印象。所以他还没打招呼，我就赶快打招呼啊，啊，所以在这一点在帮助我修行。但是各位，你现在要练习，主动的寒暄，主动的打招呼，因为我们内心尊敬对方，用尊敬的眼神看着对方，用和蔼的语言问候对方，这是基本的。做老爸，哎，对囡仔也不能说我是老大，我可以管你，我只是做模范给你看。那你做得不好，那我也是很轻声细语的，我尊敬你是未来。我认为在国外这一点观念也不错了，囡仔袂使怕，免了伤厉害嘛袂使，因为小孩们很重视儿童教育，保护儿童等等。你也不能打老婆啊，不能虐待动物。他在法的上面规定了，在某一些方面很尊重。第四，再来，卑下心，众星同威带，把狼同要紧，因为他怕我们升起傲慢啊。因为佛法的根本就消除我慢，证入空性。你脑子里我跟你不敢换，我的优越感。我跟你做医生、做破书、读大学，啊，你读修学，那人有优越感就不好。所以较好嫁的人、开较好车的人、生了较水的人、身材较好的人，这是你的福报。但是呢，不要故意在别人面前显现我比你好。我们虽然有机会学佛，学佛真好。但是咱袂使去看袂起道教，看袂起无修养、无信仰的人。咱虽然今日咧食菜，按看伊咧食肉，那我们要有卑下心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道理啊，我无法度甲你影响教化，这是我唔对。所以我想，什么叫菩提心？污浊一切众生、一切战乱、一切艰苦，拢是我的责任，我没有负好责任。要有这个卑下心啊！那各位，我讲的是真的哦。大乘佛教句句字字都是戒律，都是心灵生命的戒律。爱将别人、将众生、将世界放在你头壳顶，去尊敬他。包括各位用个马桶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啊，不然我活不下去啊。所以要有这个卑下。然后再去尊敬，但是千万不要不理人家，自以为是、高尚、折善固执，这种没有很好。所以各位爱请个素野郎，你都要去请个拜，挑缸，你要让自己练习练习。我们到寺庙去修行，就是故意要舒服的安尼勉强，让我们去修苦行，让我们去肮脏，那这样你才不会。你会脱离对外表、对个人的学身份、学术地位的傲慢心。咱是要来，两姐妹来，服务众生，服务世界，做众生仆人。啊，咱是查甫囡仔，咱是小奴隶，和为对方供养、尊敬。所以这一点，我在机场时间很多，我发觉机场。很多人就比较高尚啊！我看哎，我这些商务舱哎哦，那面安尼行过都无同款啊！哎，我商务舱哎，我头等舱哎，安尼，因为人是凡夫，你要给他坐头等舱，也面都变啦！我跟你讲，大家都一起在做义工没事，你封他为会长，会长的毙命啊，业障的现前啊，开始就丢魔啊！因为我做会长了。在做居士的时候很谦虚，人家叫师父阿弥陀佛，哦，我操普摇啊，我操普摇，我是师父呢，化当化塞，但是我想各位，佛教不一样，佛教给你任务，给你做会长，给你做住持，是要我们去细啊，去服务众生，把人行挖了，